今天台北市扶贫基金会举办这个大会，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扶贫基金会跟政府携手建设台湾最重要的行动力，就是在各位的身上。那大家用专业守护国人的居住安全，提升生活品质，无论是造成收入、都市规划以及更新，还有很多重大的公共工程，都是因为有各位先进共同投入，才能够如期如期的完工。那当发生天然灾害以及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也都看到很多瞩目历史先进都在第一个时间赶到现场，贡献专业投入救灾、减灾以及灾后重建的工作，守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在这里，我真的要对各位的付出表达最高的敬意跟感谢，谢谢大家。扶贫基金确实是台湾的整体建设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让我们台湾建筑的安全、居住的安全，还有公共空间的使用安全，都要靠大家来维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都要共同一起来努力，让台湾这个天灾特别多的地方能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特别再多说一件事，我就是因应节目减碳的挑战。那在上个月，我们正式公布台湾2050排放目标以及策略总说明，为各个领域的绿色转型提供更多的指引。那么今天我们来自服务律师产业还有建筑师产业的朋友啊，我们希望未来的公共工程和各个建筑都能够导入更多的减碳工坊和体系，引进更多的社会责任概念，达到更环境友善和健康，共同来减轻地球的负担，也会达到更有序的环保的部分心理。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会从公有建筑物概括做起，带动民间建筑逐步落实。我们也会强化建筑节能法规，并透过建筑的基础奖励的方式，进一步鼓励大家在都市更新及维护好重建的过程当中，取得绿色建筑、智慧建筑的话，那未来的工程界、产业界的绿能转型，我要拜托各位先进技术公司的专业，从政府一起努力，我们才能够共同完成这一些重要的目标。最后呢，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还有是我们技术工会蓬勃发展，推入更多的市场。谢谢大家，谢谢。